西藏毕姥姥撞脸毕老爷后，娱乐圈再爆撞脸艺人。近日，一位名叫小牌陈丹婷的平面模特儿就与杨幂撞脸了。粗眉毛、大眼睛、高鼻梁，这跟杨幂也太相似了吧？要说这俩人是姐妹，也不会有人质疑吧？两人 95% 的相似程度实在是太让人叹为观止了，于是也有人怀疑了，这位模特儿难道是按照杨幂的脸整的吗？这话一传出来，人家陈丹婷的经纪人林小姐发话了，陈丹婷没有整容，只是天生长得像罢了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